而知都是打戈尔多利。なんだ？不知是何戈尔多利其实，哎，放在这里。就其实这里，艾尔文，撞击比较重，凤凰啊，行くぜ！勝負をつける時が来たな。我是大失败。僕頑張るよ。是啊。俺を信じれるか。全力で行け。错了，我失败了。全部まとめて俺に任せろ。そうだ。俺を信じれるか。之后的 SP 西格玛就有着落了。哦，私の番？你成功了，我失败了。赶在11:30之前，感觉良好。全部まとめて俺に任せろ。太陽。在想说两回要怎么杀五只。感觉超级不良好的。干嘛哟？我在想。XDDD。那想我两回合怎么杀五只？真的杀不太掉。俺を信じれるか？他不会 K 雷丁吗？我也 K 不动是没死啊。俺に力を貸してくれ。当时没打死。選択肢はない。俺様を舐め。就根据 XP， 搜的。老子，没有，我刚就是不敢往前冲啦，我刚不敢往前冲，看着就是要往前冲，硬伤害要硬吃下来。哇！嗯。对，我这次就是直接往前冲了。我刚是有点保守，想说有点拉距离这种感觉。还有，因为他不给你拉距离。よし。え、もう私の番？まだ終わらないよ。这就没辙。よし。我好像已经被断腿了。他に選択肢はない。よし。僕も手伝うよ。好。行くぜ。全力で行け。よし。他に選択肢はない。找不到。俺を知っ僕頑張るよ。他に選択肢はない。よし、正面突破。全力で行け。全力で行け。
よし。正面突破。え？もう私の番。俺を信じれるか。直感を信じろ。这张雷帝扛不扛住是个问题。俺を信じれるか。果然打不到，被弹了。僕も手伝うよ。あんたじゃ受けきれないよ。お、こんなとも凶啊。哦，他白是巡抢，巡抢就机会。好痛。布林打崩我真的致命一击，全力でいけ！好麻烦哦，这样。所以还有会先消掉一二三四。遅い！还有。我回血。捅他。他に選択肢はない。僕。頑張るよ。そうだ。他に選択肢はない。え、もう私の番？まだ終わらないよ。我你打直接帮我送头啦。我出分好像不能够生存没关系。所以有时候就是他那种回合数很短的，你就一定要硬冲了。是，因为他真的是两回合打五十。